Hello，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纽约曼哈顿的时代广场举行的跨年倒计时活动，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观看。当新年零点钟声敲响时，巨型的水晶球会从天而降，辞旧迎新。最近呢，2017年的水晶球终于完成了最后的安装工作，为新年倒数活动做好准备。在纽约时代广场一号楼的楼顶，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组装水晶球的最后一片三角水晶。这颗全世界最大的水晶球，直径12英尺，重达11875磅，并由32256个 LED 灯泡在新年夜的当晚点亮。今年水晶球的主题为友善的礼物，水晶片以玫瑰花的雕花为中心，并向四周延伸，寓意着将友善传递出去。在东部的小伙伴，今年的跨年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一睹这个世界最大水晶球的风采呢？下面啊，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昨天，世界上最长寿的雄性大熊猫盼盼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市青城山基地离世，享年31岁03个月。31岁的英雄父亲大熊猫盼盼，相当于人类的100多岁。他的子孙大概有130余只，占到了世界圈养熊猫的1/4。今年6月，盼盼被查出患有中鳞状细胞癌。考虑到盼盼年事已高，兽医和肿瘤专家会诊后，决定保守治疗，同时强化对其饲养管理。除了日常更为精细的饲喂外，基地还为他的房间安装了加热器，并从省外空运盼盼最爱吃的竹笋。但即便如此，还是没能留住盼盼，这无疑是一条令人心痛的消息。希望曾带给我们幸福与快乐的盼盼，在天堂不再有病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凤点微博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扫描屏幕左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